羊年初一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推出特别节目《中国人的活法》，想唱就唱，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。朱之文这位本色不变、接地气的农民歌唱家继续受到大众的关注。据了解，大衣哥朱之文在成名之后曾为雅安地震捐助50万元，义卖自己的军大衣，将61万元捐助给残疾儿童，还为村里修路建幼儿园出资46万元。羊年初二，大衣哥一家也终于住上了自己的新房子。